叔叔换好他的睡衣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居家的睡衣耶。对啊，这样就很居家。转个圈好不好？让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这就是性爱女神。你想要当性爱女神？就是肤浅的人，第一个印象就是会先往这个方向。我就是那个肤浅的人。对对，但他其实里面他在讲灵性，他没有任何性爱的，他就在讲。怎么可能？因为你的名字感觉就是这个性爱女神的名字啊。怎么会素素啊？就很会素啊，很素。怎么清纯的名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为什么里面都要画一些示意图？比如说阴茎包皮啊，体位是不是一些体位？还有阴蒂头。等一下，要我翻几页？好，那所以来问一下叔叔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啊，怎么样？有人你对你跟你然后哎，行，抽回去。单身那喜欢什么类型？喜欢的跟你完完全相反的类型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哎，你这个不要受伤哎。不会，他很容易走心，他很容易。你认真。对，走心我现在不会表现给你看，而是因为他戴墨镜，我看不到他的眼神。三滴泪已经下来了。我喜欢高一点的，当然帅一点的，这又要被男生炮轰。可我讲实话，高帅，然后脾气好，因为我脾气不好。个性呢？个性就是当狗子狗最棒。他喜欢小男人，好不好？网友直接针对他底下留言开始炮。重点是，哎，有没有觉得素素的眼熟？你是不是以前是姐姐？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之前在儿童台当姐姐，就是夏天最甜的甜甜。素素姐，哦，不是素姐姐。姐姐素姐姐，我后来改的名字。那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就是那种带小朋友那种？感觉很可爱的方式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刚刚不可爱吗？因为你刚刚讲那些条件，就蛮不可爱的。好的，那我先来说一下我的择偶条件哈，就是你只要心善良、人善良，然后脾气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其他都不重要。有姐，有可以拍个姐姐。啊，彩妆依然喜欢。姐姐会玩彩妆吗？对啊，姐姐玩彩妆很妙哎。姐姐会玩吗？我发誓我真的不会玩，但你们一定不相信。这是我跟朋友去 KTV， 他们买的。然后那里还有那个是 Vodka 还是什么，我觉得浪费就在那。所以你也不喝酒？我也不喝酒，酒量不好，我会请酒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那我就觉得浪费，我就把它带回来。现在又不是姐姐，你 OK？ 你露出真性情。我说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你们会觉得我很 gay 白，对不对？待会你们一一认识，我就发现我是国民好媳妇。哎，他这都没有酒哎，因为你这都没有酒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带了伴手礼给你，因为都单身嘛，这一定是需要用到的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就听你怎么形容。你想得到的是你性爱女神的。不要一直强调这个，会亵渎那本书。芝加哥，你已经先直接藏在冰箱里面。这是我红萝卜。我想说你应该用得到，你喜欢这样。用得到，恨死红萝卜。真假的？为什么那么讨厌？先吃一口了。对啊。不用真。认真啊。我不要。吃一口了，吃一口。那你好歹帮我削一下。现在削。现在就直接削。现在削。好。已经削好皮了啦，志大哥，那为我们好不好？素素来让他素一下这个红萝卜，这个不要，这个跟小黄瓜一样。等一下，这可以加沙拉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好，来我自己，我好恶心，我真的不喜欢。你有吃过生的红萝卜吗？没有啊，我就不吃这种东西、不，没塞吗？哎，这个很健康。哎，你要吐，你要吞下去怎么？直接咬掉就吐掉，拒绝。国民好媳妇的本性已经有点对露出来了，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哦。对，那个红萝卜已经到85分了，然后突然直接又下降，对，现在剩70分了。但是如果是帅哥喂我吃红萝卜，就好像可以吃一下。可以讲这句话再扣5分。对啊，再扣。好，现在来到素素的房间，也是很空哎，几乎什么都没有哎。对啊，这就是你的衣橱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衣橱在哪边？这个就是放一些杂物，像袋子啊，简单的包包。哎，超空的。他今天总有性感的衣服，今天总有性感的衣服啊！床上这个啊，那是睡衣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我睡衣。那穿这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套可以。好，那就穿这套哦。对，那下面柜子都没有东西。哎，旁边呢？旁边有一柜啊，是那个。对对对嘛，看国民好媳妇，小时候演到什么时候？不是啦，这个酒呢，就跟刚刚那个 Vodka 和那个骰子中。你屁嘞！换好他的睡衣了，哎，这个很居家的睡衣耶。对啊，这样就很居家。转个圈好不好？让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再见哦，好不好？哎，姐姐有看过姐姐穿这样子吗？啊？
这个是他刚刚那个门对不对？门被锁住。哦。你在怎么样你跟着摇干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连续每欧一下就有走对日？救命！结果，结果！哇，很精彩哎！不是，那个刚刚是 A 片。就是我被吓到，不知道会失语症，没办法讲话，然后就从那里因为我没有玩过。你喜欢哪一种剧本？是搞笑的，还是那种感人的那种？搞笑的，搞笑的。那很适合我们呢、啊，因为我之前有进金星当实习生过。哦，有啊，还有金星哎，是做那个风水。风水有关系啊，关系那个节目是哦，所以你有进去过实习，有。结果后来怎么离开的呢？实习结束就要换一批实习生，我有进过你家，又是你耶！过来，花多少钱的指控？过来，你家是旅馆是不是啊？大哥不要生气，大哥不要生气，因为听听他怎么说。刚好就是张维忠老师要看他家的风水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我接到那一批。哦，你是制作组的，他只是个实习生嘛。难怪我怎么觉得怎么可能会没有印象？他有跟你搭讪过？他问我制作人说我是谁，嗯，然后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样。所以你有搭讪过啊？你怎么会没印象？制作组的要把你真是幕后的啊，幕后啦。我没有，我应该是因为礼貌，因为这个，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认识。因为是我们自己公司的、啊，出自于这个有礼貌嘛，因为新来的，他没看过，我一定要问说，哎，请问小姐？对啊，因为总不能说，哎，那个小姐你过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知道一下名字嘛，后来有知道名字嘛？对。哎，哦，他应该忘记，我觉得他说太多，开心嘛，没错，开心，是是是，所以不是嘛，所以没有那一回事嘛，对不对？安全下装，不是，我就会制作人，我去问制作人。制作人什么？他确定有啊？确定有什么？他有怎么样？他有怎么样？就是制作人就是问说他怎么只跟你打招呼，然后不跟其他人打招呼？张立东一见两见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张立东，今天录影已经几次了？你真的是我们台湾的泰戈物质。没有，实在是很难收尾。你这样讲就是太抬举他了。你陈为民接班人哦。是啦，我真的太生气了。哇塞！真是滚烂。